关注呀影响肠道微生态健康的三大因素。第一大因素，能够杀死肠道菌群或者对其组分啊造成不良改变的物质，这包括呢所有的环境化学物质，以及呢食物、水、药物当中的特定成分，比如糖、麸质、氯，还有抗生素等。第二，健康多样性菌群所需要的营养元素的缺乏，富含植物纤维营养均衡的膳食呢，有利于胃肠道菌群的健康。第三就是压力，紧张、焦虑还有压力大等这些精神心理因素呢，会影响胃肠道菌群它们的健康。